又是奥纳夫，这是萨满的奥纳夫吗？大蝴蝶，俺们家有个扑克格的。把他跳弹给他打了。这把玩的是什么呀？猴啊，给他插个眼儿。他怎么是个人？皮肤吗？用的皮肤就是啥？啥图形呀？哈哈，还有意外收获。炼金亏了三个兵，我也亏了三个兵，哎呀，没闪了，小老弟，你闪现呢？你闪现让奥拉夫打了，哎呀，先 A 一下，不着急上啊。阿古里打死你了 ，Double Kill， 기다렸다고。他已经没药了，这波升二直接把他杀了。中路没了，没关系，中路没了，我们上路有。他去中路打，确实不能打赢。他正好把余震用了，来，奥拉夫跟我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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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会儿升级了。不要杀得太慢。阿古尼他也死了。哈哈呀！把他劈死吧！哇哦！没打死啊！我说句实话啊，你最好还是别跟他打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完了，兄弟。我说实话，最好是别跟他打，啊，别跟他打，不行咱就算了，这也无所谓。他整个余震炼金，他哪有伤害呀？没有伤害这玩意儿了。回到线上，他就只能一直让我们压着打，不带征服者。完了，全死！对面辅助来了。
그게 전부냐? 저기 전장을 지배하고 있습니다. 不太好办了。 기다렸다. 这鳄鱼你们干啥啊？ 저기 학살 중입니다. 저기 더 많았으면 좋았을 텐데. 别帮着中路了，那中路帮不起来，老帮着中路。 대비해. 내가 하지. 저기 미친할 수도 있습니다. 너 어려운 일 없어? 아군을 당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면진 26개 兵. 내 여정은 이제 就是有点难杀。 这为了不让我杀，已经费尽心机了，费尽心机了。那氪炼出日炎，炼金带余震，哎呦我操！这游戏让你们给玩的。失速时学的法宝。 中路已经挺进了，这咋杀呀？你干啥呢？还行吧。哎，你明知道他有挺进，你还要这么跟他玩？我让他少多亏一波兵吧。 有点肥呀。 我跟这鳄鱼对线也很难搞。
我可不跟这鳄鱼对线啊！你赶紧回来吧。这鳄鱼多猛啊！你让我跟他打。你是不是有点太荒废了？我发现，啊？哎呀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鳄鱼肥成这样，让我单扫，我天！再吃他一层塔皮。哎，这波稍微缓一缓了啊！我们三项了。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。他要出啥呀？他要出破败呀！我天哪，你敢出破败这种东西？漂亮！来打小龙，开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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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让他推中线啊！奥拉夫咋不打龙呢？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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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拿奥拉夫咋不去打龙去呢？龙让对面拿了。没关系，没有意义吗？这把得要布点鞋了。奥拉夫去放先锋了，这不能放先锋啊！小龙不比那塔皮重要啊！这你又害怕了？你怕啥呀？他技能都没了，他是个弟弟，他也没有点燃。这奥拉夫好像是有点傻吧，傻了吧唧的。别的可以丢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中路的防御塔一定不能丢，这是我们底线，知道吧？这是我们游戏的底线，谁触碰了底线，那肯定是不行。右边有锤石，不能杀，我放大了，拉倒。没用，他回血也没有用，这波我们必杀他越塔。
快跑，皓月要来了。我感知到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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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来人了，不能再打了，那皓月必来。资源有点快，中塔拔不掉。这把很难打，除非大嘴现在他的装备足以出到一件春哥或者是沙漏子，要不然他活不下来，他根本活不了，这阵容他没法活。不过还行，我们跟着小绿人换路以后，小绿人发育起来了，来把他们家中路底线给他拔了。走走走，不能打，把鳄鱼杀了，来跑了跑了，这边能打。这玩意儿就170吗？先杀这皓月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全剩一身血，我屌你妈！不不，骂人了啊！小龙来来来来，那皓月1000，啊不是1750没拿到，这边直接打没事儿，那炼金是个屁，他就是个屁，我们一崩他就没。人有点多，死吧，撤。皓月出来了，皓月一来就完了。头这倒不用，小龙拿了就行了，没关系，也不是说打不赢，没事，只是让他们稍微打回来一波。留不住，拉倒吧，那小绿人也不回家，发育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说实话也该发育好了。给你的时间已经够多了，这块小黄毛试一下啊。往上走来，往下走。来，可以打。等一下队友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你这波再不勾引就不行了，打大龙。那鳄鱼搁下路还跑，跑啥呀？哎，锤石锤石锤石，把炼金杀了来。我先吃口纸。必须得杀人，这个皓月必须得杀。
太猛了这！我们只能跑，这没办法。看看能拖多长时间吧。 那鱼有突进，我怎么跑也跑不过它。哎，有跳弹可以，那我可以跳弹，这跳弹可以啊。我直接再见。还追呀、啊！我都到家了，家都没了，家没了没办法啊，那咋整？ 还行，这边没打龙，行。不行，你就杀锤石吧。BOSS来了。这不是 BOSS，BOSS 是这个。没事，我在后边。 没事，他死了，让我点死。给我杀那鱼，我有血手，漂亮！哎，鲛鱼，这才是 BOSS。快走，快走，他没有意义，赶紧跑。哎呀，这才是 BOSS 啊！ 干啥呢？靠！这锤石，把中路高地守住。 我们马上磨切。行，等我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差160。 随时别往这边走，可以团这波。哎呀，没钱买针眼儿啊，视野很重要啊。针眼太少了，给我来了。可以打，给我加速来，给我加速，给我加速。 上后边，上后边，上后边。500，把大嘴保住。他们家有视野。 把这俩杀了，我们能大龙。好，这个判定的是。战战的气氛。
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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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来个锤石？有红 buff， 没事，死了。nice， 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速度，速度。这波啊，我跟你们说很重要，我必须得去上面去杀这个皎月，否则大龙就会没。大龙，这回好，可以直接打。那两个人都是废物，没有用，翻盘了。翻盘了，把中路高地守住就赢了。哎，这也行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的惩戒在哪儿呢？啊？天哪，祸不单行啊，兄弟们，没事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没事，可以啊。差件春哥。把这多兰剑卖了，我们现在需要视野。我发现我们家人没有几个带针眼的，他们都不带，这是不对的。包括这个小驴人，视野非常重要。干啥呢？别乱，别乱啊！别死，别乱。为什么连沙漏都没有啊，兄弟？真难带呀！你没有沙漏，你为什么要进场啊？那路都死了，为什么要去右边杀炼金呢？哎，他有意，他不走，我真的是很奇怪啊，这人有意不走。中期崩盘，我们给他救起来，让他能发育，跟着炼金跑去对线的，完事后边又带节奏。那打野其实龙没了就没了呗，那谁还没被抢个龙呢？咱倒无所谓。你这小绿人不知道啥意思，不知道要干嘛。哎，真的给他举报了，很恶心啊！